Hello，到了传说中非常吓人的无人村啊，上去看一下。这个路牌呢就有点吓人，有没有？进入古村，自管安全。这个路牌挺吓人的，那我们到村里看一下，看看有多吓人。我今天呢就是一个人过来哈，我去哪里都是一个人，所以呢希望不要把我吓倒了哈。对我来讲，进任何村我最怕的是小狗啊，还有蛇啊什么的。有些东西呢我不怎么相信的话，所以呢我也不怕。现在呢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话，这个村应该没人住，应该村民都住在山下。但是呢这里有种菜哈，现在很多农村啊废弃掉以后呢都是这样，就是会把老房子啊用来养鸡种菜，但是呢都不住人哈。六号六号，嘿嘿，哦，这里有个阿姨在那里打水，种菜对不对？你家应该住在山下哈，没有住这里对不对？这个村现在还有人住吗？这里有没有人住？他可能听不懂，听不懂哈。听不懂。我讲来你听不懂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他听不懂，我讲不来。哇，这个墙壁还是挺美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到的是一种荒凉的美感哈。并没有被什么吓到。在那里发现一个种菜的阿姨呢，其实对我来讲啊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件事哈。哇，我发现一个小时候的回忆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可以做一种果冻的，普通话我讲不来，可能就是四川人讲的那个冰子，可能就是这个东西。到里面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应该废弃很久了，里面都塌掉了哈。这个房子呢是常规的房子，没有发现什么传说中吓人的东西。哇，这个房子挺好看的。前面为什么加两个水管呢？我一方面呢是想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哈，另外一方面呢是有点害怕。这个角落呢是没有任何这个异常。好，那换个地方去看一下。这里呢整个村都废弃掉了。上面呢还有一些古董家具啊，那些家具呢应该几十年肯定有了。哇，很多房子都塌掉了。哇，这些房子全都塌掉了。
这个房子里面有点黑哦，到里面看一下。应该没什么东西吧。这些踩的有很多灰尘，有些呢都，这些呢都烂掉了，也是很多年了，没人烧了。这个房子从结构上来看呢，在这个村呢属于比较高配的，因为它有个院子，然后呢那些这个门上面的都有一些雕花，都有一些那个，都有一些装饰哦。那到这个房子看一下，这个台阶非常的特别。哇，这里面已经塌掉了。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灶台，说明这个房子以前有很多儿子啊，分了很多家。这个楼梯应该不能走了，对，这楼梯塌掉了，上面有一些古董的家具。这间房子呢也没有什么异常哈，再到旁边看一下。夏天过来，像这种地方可能会遇到蛇。现在这个季节呢，应该安全一点。这个房子呢，它的更严重。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都是常规的配置。我来这个村呢是做好心理准备的，我拍的上一个村呢是没有心理准备的，反而发现了一些恐怖的东西啊。哇，这里有一个中药，这个应该叫三七。这里呢是靠海边的，对面呢就是福建，这个应该是温州、浙江这个最南端的地方之一啊。这里路走不了了。这个呢是一个传统的麻坑厕所。哇，这个村比我想象中的大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这里还有人住啊？没有人住啊、嗯？哦，那你们来这里干嘛？上面有个道观，我们到道观里面就是吧。哦，到道观里面是吧？道观离这里远不远？不远啊，这里上去，这一直上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村到目前为止呢，都是没有异常的哈，都是安全的。以前的房子都很有仪式感的，都有一个小台阶，对吧？现在的房子呢都是我吐槽太多了。
哇，到里面看一下，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异常。这里面呢已经差不多都塌掉了。这个隔壁呢，其实我刚刚这个头伸进去看了一下，有那么一点点非常规哦。有些内容呢不太适合拍，那就忽略掉。哦，这个房间确实有点点。那我有些内容呢就忽略掉啊。是一个佛像。哇，这个气氛有点阴森。我一个人进来呢是有那么一点点啊。但是刚才路上们遇到了几个人啊，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安全方面的心理方面的支持啊。OK， 那到更深的地方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一个马桶吗？这个我也不太熟。哇，这个水管有点漏水声，所以有点吓人。白天没事，晚上如果突然间脚下有这种声音啊，是挺可怕的。哇，这个窗原来是有那个中香蕉的。这里横了一块木头，代表不让进去吗？把门口看一下吧。这个房子在这个村里算比较新的。这里呢有个选择题，向左还是向右呢？先往左边吧。这个房子，相对来讲比较新，还是看起来挺牢固的。这个应该是反台风的一些安全措施啊。
哇，这边怎么还有这么多房子啊？这里原来都是房子，全都塌掉了，全部塌掉了。哇，这边房子还很新哦。这一排包括后面都是房子，全都塌掉了。这个是一个学校吗？这个面积非常大，从大门进来。哇，这个建筑面积非常大，上面的瓦片呢翻新过哈，到里面看一下。这个房子真的还不错。这边呢，有一块菜地。前面还有在冒烟，逛了一大圈啊，有惊无险，哎，不对，没惊没险啊，看到更多的是比较荒凉的一种美感，并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，也没有发现不寻常的这个事物啊，所以呢，网上有些传说仅供参考，还是要相信眼睛啊。OK， 那这个图呢就拍到这里。